在哪个地方？台湾。希望以后这些事，大家能体会那个，美国用心来告诉。我是出生一个南庄的庄家囡仔，我出阮厝内是拜拜的，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阮阿公阿妈是第三代平乡出，平乡人赶快第三长大成人。但是伫马来西亚，我出生我爸爸是第二代下属机，第二代下属机，伊上全国是就是只能领水果。啊！伊三五个时阵，甲三五个好朋友斗阵饮酒，啊，我有食啥物，饮酒饮到天光头了后，最过阵间就无落去，做最头路。但是自从上了高中了后，我就知影，我爸爸伊饮酒饮到变本加厉了，开始酗酒，完全无出去做工课，甚至出去干嘛，他。伊上爱人，阿阮妈甲阿我，是指伊的老爸伊来出手。伫迄个时阵，我的性格较软弱，所以我常常去上课时阵，我嘛向伊有为国下甲高中，我常常拢向同学霸凌。伊霸凌诶，迄个时阵，因为我想要学出来人负担。所以，我固定，我就无把这代志讲讲出去，我把这委屈拢去包在内吞。但是忍耐过头了，总是有一个爆发的时阵。所以伫后期了，我伫学校甲家庭安尼双重压力之下，我终于爆发。我爆发之后。我性格大转变，敢于加入帮派，啊，牵头师傅，我变做用这个技术去伤害别人。那时阵对我来讲，我属于算失败派，但是我看到我属于这个状况，其实我是无法度接受的。我甚至认为这个世间无任何神明，也无任何上帝。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种无公义、无公平的世界。为什么我这人爱面对着这么多的代志？为什么我的家庭常常是面对着破碎的家庭？为什么都是我这个家庭爱面对着安尼我无法度接受的代志？所以，我去你酒店，甲遐个人。其他是社会化工的工作，我五十五岁就开始伫酒店伫做头路。迄个时阵，我透早去上课，暗时啊，台湾人也早起起来上班，因为我的家庭已经无法度给我实质上的帮助，也无法度给我经济上的，甚至是。我去面对这些困难中间，我都按常常家己去面对，因为我的老爸甲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当时啊，真侪时间无法度去帮我处理这些代志，所以我常家己去面对，我家己去面对这一切。其实，我甲一个朋友，我甲阮以前的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时阵我看到。有一个基督徒甲遐个伊个朋友去分享圣经故事，啊，遐个时阵，我就要调整啊所有个宗教因素。因讲恁个上帝伫倒位，因讲恁个神明伫倒位，为虾米我遐个时间时阵，伊拢无来帮助我？因讲教我爱收起我的暴力之气，但是想要向机会，总是是我个头向大路。啊！我做无人听听我讲话，所以我互伊侮辱，我互伊朋友歹看。虽然我甲伊无是善，但是我甲我的怨恨拢出伊个身躯。但是上花好气就是，我甲伊拍伊无停手，我甲伊侮辱，伊一句话拢无讲。
要真真好，我都理解的是，就是我虽然讲去上课，但是我下课时阵，伊就是还是等我。常常是迄时阵，我都理解是，我现在跳绳的全校对象，无论是多高还是好高的，我跳绳都是代表伊就离开啊，然后我搞别说讲什么。但是伊常常伫我下课时阵，伊就伫遐咧等我。你讲讲做个方面，一开始我是走好远，因为我感觉这人真奇怪，有啥物意义？要甲伊讲，要甲我讲这做个方面，至少无啥物用处，因为对我来讲，那是恁的代志，甲我的生活无任何关系。因为对我来讲，我的痛苦你毋知影，你敢若知影？你敢若知影是教会伫伫遐做恁应该做的代志，对我遮社会边缘的人，你们是不会有多余的帮助或者什么的。有时开我是生气的，因为伊一直把我对，对开我就发现我是个调整，我都也来来不时都看伊的生活发光。但我想要对你开始，你的上帝来跟你讲话。伊无伊开无讲话，伊用伊的手抓我，搭倒啊倒啊倒啊的前头讲，看你的生活，看你的生活头讲。啊，伊伫倒啊，渡过伊的心中，感到回信上帝，你就该渡过伊吧。啊，这个行为可以做，伊有法做，互你。消除你的怒气，那你就做吧。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极大的好奇。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愿意往一打一的性命是自己转化为转化这种行动，所以对我来讲，我对百般好奇，要有那些外国朋友。我现在跟你讲实说，但是我肯定我是无介意教会，但是我对感觉呢，伊对我来讲，我是我就好奇的，所以，伫国有一日上课上的时，尤其甲前两摆活动了，叫我对着不少地方，老少聚会，可惜是已经离开这个世间，对我来讲。伊在扫进前，伊可能讲我两件代志，我答应这两件代志了，伊就做欢喜的，满意离开了。第一个是，伊愿意辛苦上帝嘛，伊愿意因为伊的缘故来辛苦这上帝嘛。第二个是，你爱为人付出，我承认伊的性格甲伊的事业有必须我都去做这件代志，但是。我无愿意去做这件代志，就是我答应伊了，伊就抱着微笑，就安尼离开啊。对我来讲，伊是一个最关心我的朋友，所以我常常爱放伫我生活头内底。伫我学生时阵嘛，放伫我生活头内底，我用尽全力学生，就是因为有时有几款的人。我感动，但是伫这中间这过程中间，阮爸爸嘛是继续在饮酒，然后嘛是继续过伊的生活，但是就是把酒做好了。但是伊这过程中间，伊经历就是失败，经历就是艰苦，所以决定要结束伊的生命。所以在阮生产了伊时阵出来，是一个相当的艰苦，也艰难。然后我们处理这个故事，但是就是因为我伫教会，所以遐真侪教会长辈、阿神辈，啊，佮牧师也伫关心，所以以至于我们还能够继续参与，就是因为有遮长辈有遐个前辈的呼吸、甲关心、甲祈祷。我这样话就继续，我继续听下去。
因为说对一个家庭来讲是足大负担，特别是阮迄个时阵嘛，伊个负担阮三个囡仔，迄时阵我虽然结束帮忙伊种诶，但是然后我发现就是阿公阿祖，然后继续做头路，阿是我继续去上课。伫这个过程当中，我拄着做侪艰难代志，但是因为有些教会的长辈会鼓励，所以我搁我偷偷来教会去参加服侍，无论伫路影，还是伫青年的主工，还是戏班，我拢有加加参与。伫这十五年。其实我在信仰十五年以来，我经历做些代志的，但是嘛，这就上台做些文章的，经常是在教会、甲神会啊、教会帮神甲上台看过。我今仔日就是说，我都开始想甲大家分享些代志。自十五年以来，我甲处理的。这部常常啊，结束了，我妈妈开始，我继续去读书。伊我从大部分就是，伊不只去上高高中的学历，只把他个大学二年级啊。对我来讲，他好学的精神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然而，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我想想啊，我的性格虽然已经修完了真多，但是有当时啊，你未去过时阵，我想想啊，上帝都知道我，我上帝我知道，我之前还是有可能去过，但是我需要一个他好上法的人，所以我就规划先去学习音乐。我知影是应该通第一点，第一点信了，过通尝试传统的工作。我原本是一个学习应该的人，所以对我这第一头的人来讲，是一个小大负担。我一个礼拜会投入超过20点钟的练习甲学习，虽然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小大负担，但是对我来讲，既然是做上帝工。我是往下线的，虽然我开始的时间去下线，我也愿意我继续下线的时间去学习，因为我袂去，那个少年人先听对我讲的，伊愿意伫人生最上艰苦时阵，伊阁愿意我去，我阁上台我，这是过去一点。我抗日上抗日生活来一句话，无论是啥物时阵，无论是欢喜，无论是艰难时阵，伊拢爱辛苦上帝。然后，伫这个教会，我上大的帮衬就是，伊互我，伊即是大家上帝互我的，超过我所想的。无论是父亲的角色，或者是家庭所没办法补足给我的，在这里都补足给我的，所以我很欢喜，我想想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很欢喜的，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想要请大家拍一个鼓互相的，或者你互教会。前我将我的性命献予罪，做无罪奴仆；啊，将我的性命献予上帝，做义的工具。我想前甲现在，这个是一个真大。前我有上帝的日子，到即马我伫点伫基督内面，昨我伫个阮伫个上面。
阮王家的因这个啊，我的二弟的大囝，我的堂哥，我伫遐我咧讲一项，伫阮的家属阮阿公生的囝，然后阮老爸的兄弟姊妹。在我头前，阮老爸第三，我有大伯、二伯，阮老爸第三，我有四姐，我有一个阿姑，啊，大家拢生一堆的囝。在我头前的堂哥、堂姐，所有人拢各校毕业，到我，我去读高中一年，互阮老爸出，坐车呢，去查呢。去欺负，所以我到国中也无家己的眠床，也无家己的书桌啊，嘛无一个读书的灯台。因为读书根本是阮家属的一个选项，完全不是。所以我若要读书，因为是我家己要读，啊，我迄个是一心一意，我当然要做老师。我人生一个目标就是要做老师。厝内家族的内面，甲我家己的厝内，完全毋是读册的环境，佮反对读册，所以我只有伫日头要爬到山以前，就摕我的册去外行，紧的，去写写。啊，因为做老师，所以 A、B、C 都爱会晓，所以 A、B、C 到达 D 吼，然后家己安尼关系，伊心里好个，所以规个家族到我到第一个。大去高中一年，高中要读国文老爸厝，高中三年要结束，中中干我一个无去读，无去考大学，因为我是拒绝联考的小子。一星期我干了几个星期，所以迄个时阮老爸老学生就甲我讲，卖去读啊，干好，将来做老师。目睭看到是教会的牧师有一个有好下场，大家拢有教会，所以太会使让伊变去做牧师。我的大姐夫摕一个70万的支票，摕来到我的面前，进来，你薪水袂歹，你去开，迄个是汽车零件，汽车才开始，那时候才开始有车。所以请我去开汽车零件，摩托车零件，70万的机票给我掏钱，我是多想。我刚刚在讲啥？在这个上帝的信仰里面，刚刚在讲，在你的信仰里面有上帝吗？你有把两条上帝做你信仰真要紧的吗？不管你这句是什么人，不管你甲你的囝这句的状态是什么状态，真够读册，真安在，你也唔免欢喜，因为头前的路伊会变做安全，你也唔知。有一日伊若离开上帝，搁较安在又够读册，搁较安全伫社会把精英，将来你无一定会得到伊的好处。这个人可能。读书在做做方面无啥才情，但是只要伊心内疼上帝，然后注重伊疼伊家己，佮然后疼身边所有的人，当然包括是外人甲厝内人，即、這个人到尾啊，也佫是侪侪人性命的挂靠，甲安定的归来。所以，一个人性命内面有上帝，无这是足要紧，足要紧。所以人啊，要注意，你即句有上帝，上帝有伫你内面无？你的囝、你的查某囝、你的孙，不管伊安怎样，你毋免惊歹势，毋免介绍，你都干呐把你的囝带来教会就好。亲像四年的见证，伊的爸母无通伫经济上害伊，伊的老爸后来自杀。伊有老爸的形象，有人通去陪伴，伊伫英国教会找着侪侪老爸，
伊伫银行到位找着侪侪伊个兄哥，伊伫社区内面找着一群个兄弟姊妹。有时伊甲我拍电话，牧师，我伤心真艰苦，我个爱人我拢得袂着。我受苦煞，我心情艰苦。若照我过去的个性，因为我是黑社会出来的人，我是夹过刀、染过刀的人。但是即摆已经伫基督内面，你甲我讲牧师，我要死，我甲这个挫败，我要转化变做大钱。你敢会当拜托？哦，我拜托俺困到会，因为我厝内无迄个环境，哦，我来困到会，然后我要入去，有一日我要伫咱个教会内面弹琴，咱个拜托。哎呀，这是小可代志呢，已经是一个三十岁囡仔呢。会当去教会弹琴、抒情，偌济父母开几十万、几十万的囡仔学几年，和老师去教的囡仔，嘛也无法当去教会弹琴的。这一年我来我弹琴，伊真正拜挂门挂起来的，伊弹到讲吼，无输人讲。嘛，拜托你，你甲讲一下，怎么样嘛？不如带孙啊，带阮孙。从迄个，我有一两摆，迄拜托你，你个孙啊，大一点，细声的。到一两点下来看。当时啊，我一世人无过三十年啊。我伫咱教会，我一日我会爬几摆啊楼梯。训练身体，我来到遮，我靠会运动，所以感谢，感谢因我靠会，只要爸爸说我会当运动，只要气老我会当咧自己爬几山。所以我有当时啊，行到五楼的时候，我叫他探一个头，伊弹啊弹，伫遐困，困袂去弹。拜五下班了后，就买一个物件，买一个，就拢无去出去。然后我是下班回来，这个年龄的囡仔下班回来不少个位，就是找人家教会，而且欢喜，心甘爽。因为你在你的囡仔上面头，你的囡仔，你甲讲，你袂用的，伊袂用的听啦。你按照他讲，搞不好伊拿翻讲啦。甲你的囝送来教会，甲你的囝送来关系。是这个啥？上帝家己的看家，上帝家己会找起咱教会一挂人，变作书架来规划你的家事。所以你若是聪明，把你的囝、把你的查某囝、把你的孙送来教会，教会真像四年就叫做讲。教会是伊的另外一个家庭，教会才有亲属伊的爸爸妈妈，教会才有亲属伊的哥哥姐姐。我真感谢四年四姐妈妈，到时有五十几岁啊，还不哩读册，伫高中也报，高中也报，即摆读到大学。最惊是足水足水足水的模范，因为你安怎样伫信仰内面，你明明真是伫咧追求一个信仰的信仰价值，这个价值甲外口咧讲无啥共款。等下离开山，我会邀请你去老弟家，我师傅讲莲花寺一场。愿施恩的上帝帮助咱，真正这是上帝的家，这是蒙恩的所在。
这是神圣的圣所。你无搁较安全艰苦，你毋免惊，信仰伫咧看。你也未真正把上帝当作上帝，也无把上帝掠了以前的人生，恐慌孤单，毋知要安怎。听话，你有真正真正掠着这个上帝，用上帝做你的上帝，你真正做伊的百姓。上帝的教会变作你另外一个心灵的家庭了吼。此后的人生，你会看是无同款，然后你的成长，真侪时阵，上帝因为听你的心建立，所以迄个信仰我信主了后，就讲，哎，就我的个性，哎，就我的个性。我跟你讲，你的个性嘛，不是修建，你的信仰不成长嘛，袂结果子。我跟你讲对不对？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伫基督内面的信心，你有看你修建。这个话，个性我讲话都是像安尼，那假使你的讲话拢安尼，定来去刺伤人，你搁你的个性来话。啊，伫基督内面，拢变成新的人，新创造。啊，这个新创造的信念，不管你是50岁、70岁、80岁，咱两个伫咧重新再造，三个基督。我们从今仔日的礼拜，最盼望的是献礼的心情。我们从这个教会内面，其实有真侪长老、执事，真侪有心的兄弟姊妹，把手拢伫咧看，看身边有人伫咧流屎，伊就挖过去，为伊挖过去分享上帝的听，挖过去三个祈祷。我回去甲你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姊妹，咱是一家人。我欢喜陪你三脚行。愿这个教会是神圣，愿一切所有受伤的心灵、孤单无伴的人来伫遮找着伴。愿所有伫遮内面的人，每一个人欢喜拍开伊的心灵嘛，拍开伊投入时间，一来到伫遮找着伊的心灵的朋友，毋是干呐，逐礼拜来。然后点点去走去，无什么甲人交过，因为这是厝，这是上帝的厝，所有的人，大家人爱三亲三听三好三帮三，啊，愿施恩的主点伫阮，愿信心伫阮的中间，充满阮，改变阮，有阮的性命伫基督内面，成就新创造，感恩基督，可是性命。阿门。